同伙伴们在野生环境中跟同伙伴的互动行为，而这个行为啊，尤其是海豚妈妈生下海豚小 baby 的时候，对着他长长的嘴巴，推着海豚小 baby， 帮助他们来到水面上呼吸哦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几位可爱的海豚伙伴已经来到岸边哦，他们呢也要马上跟大家一起来打招呼。双手通通都举起来哦，赶紧相救摇摆，我们大家呢就一起来跟海豚表现如何，他们觉得这就很美丽哦，赶快的收雷，不用赶快的起身，都赶快的动作，到底该怎么来，但是今晚的人都是秀三句，你们都得要如何。Right.